距离冬至还有11天，太行山区即将迎来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日子。2018年12月11日，农历10月初5，一个普通的冬日，河南省林州市元康镇大荒村村民老万的家里却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曾在村里担任支书多年的老万不见了。据老万的家人讲，这天吃过早饭后，老万同往常一样，先把孙女送到了附近的学校，之后便在村子里溜达一圈。这时还有人看到过他，可是到中午吃饭时，老万却没有回来。就那9点左右吧，还叫他了。后来上了就没回来吃饭，大概2点后手机在用，上了2点我手机在用他了。所以说呢，我就那叫吹完头就去了邻居家，就开始问人家的。人家都说了没有家，没有家，我说住啊，住没家，住咋也不知道住到底住他去哪儿了。后来我说就把咱时间喝酒就把喝多了，也许他刚半会儿就坏了。老万65岁，丧偶多年，曾在村里担任过9年的村支书，虽说退下来的时间也不短了，但在村民中依旧很有威望，经常有人请他到家中坐坐。所以老万中午没回家，子女们也没有太在意。可是到了晚饭时间，老万依旧没有回来，这就有些反常了。家人在村里一打听，这才发现自上午9点过后，村里就再没有人见过老万。家人开始有些着急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把事情往坏处去想。这初五晚上就开始给他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还是问他家他来的没有家，心想他去世界喝酒了，喝多了就把咱家世界睡了。当夜全家人一夜无眠，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老万依然不见踪影。第二天还没回来，就心想了不对劲了，这肯定说就在人家他不回正常时间，在这边喝多了，上喝多了没回来，半人一般了就该坏了，就说半人再不坏，还没就还没清醒啊，第二天应该坏了，结果第二天还没有坏，阿队就觉得这就不对劲了。种种迹象表明，老万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焦急的家人一边组织亲朋好友四处寻找，一边赶忙到镇上的林州市公安局元康派出所报警。查了就是所有附近的，还包括大荒村里面的监控，没有看到这个人。然后我们派出所呢就出动了全所的警力，然后去跟这个家属啊，向着村里面，然后在这个大荒村呢就开始找人。大荒村地处太行山脚下，附近田地里有不少的沟渠河滩，家人猜测老万会不会是在遛弯时走得远了些，突然发病晕倒摔倒在这些地方。可是经过大家的拉网式搜寻，依然不见老万的身影。亲朋好友那就都来了，亲戚的街坊邻居可以说马村的可以都去帮助着了，还有许多呢撒羊了村里面的也直往两走，也一直问个也道听，也是找他了吧。找吧，咱也没个目标，就是马多街开始那找了，喝都喝他院放把邻居这铺子这井里头拉出来就那水池里头开始就是找了。你想吧，说人掉了这几天，你想没人心，谁都没家，你想人说心情是吧？这不家，可来这活了死了都这不家。一连10几天，民警和老万家属、村民们找遍了大荒村周边的每一处偏僻角落，却始终没有发现老万的丝毫踪迹。警方推测，老万会不会是被村边公路上往来的车辆撞到了？肇事者为了逃避罪责，将老万移至别处抛弃后逃逸呢？循着这一思路，他们调取了当天公路上9点以后所有往来车辆的监控数据，逐一进行排查。大概调了有70多辆车，挨个就核查吧。核查了以后也发现这也是没有相关的线索，也没有很直白的能反映出这个东西就跟咱这个事儿有关的。所以，但是人是一时间一直找不到。大白天的，
一个人就这么突然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老万家人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通过报警，组织亲朋好友搜寻，张贴寻人启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消息，以及向社会志愿者组织寻求帮助等方式，一直没有放弃对老万的寻找。可是老万一直都是杳无音讯。2019年的元旦和春节，老万的家中失去了往年的欢乐，一家人是在痛苦、困惑和绝望中度过的。2018年12月11号的那个上午，老万到底遭遇了什么？这个谜题一直困扰着老万的家人。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村头田边惊现男尸，体表伤是右臂有骨折，颅脑伤不太明显。六旬老汉离奇丧命，死者身上有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究竟是车祸意外，还是被人蓄意谋杀？陌生的老友一线正在播出。2019年3月11日。就在老万失踪整整三个月后，这天上午9时许，林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报警，在元康镇大荒村村口路边的秸秆堆里发现了一具成年男性尸体。接警后，刑侦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侦查。发现尸体的地方位于大荒村村边一处废弃的砖厂东南角，紧邻村民来往的村路边上，距道路不过半米远的距离。尸体上面覆盖着20至30厘米厚的秸秆，由于前一天晚上刮了一场大风，上面的秸秆被刮开，尸体这才显露了出来。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死者的棉上衣没有，毛衣是上翻的，体表伤是右臂有骨折，颅脑伤不太明显。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一起案件，如果说人是发病啊，或者说其他什么情况，在路边他不应该有这个掩盖尸体的动作。从尸体已经高度腐败的情况来看，死者死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尸检显示，死者的右臂和颅脑部都有多处骨折痕迹，而且这些伤痕都位于身体右侧，这就既符合遭受硬物重击造成的伤害，也符合车祸肇事造成的伤痕。警方一时也无法判断出死者的真实死因。尽管一时无法确定案件的性质，但根据现场尸体曾被掩盖这一行为来分析，这无疑是一起刑事案件。林州警方立刻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按照命案的要求对案件进行侦破。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死者身份，发现尸体的地方就在大荒村村边的道路上，距离老万家只有300多米。人们立刻联想到了3个月前失踪的老万，这具尸体会不会就是他呢？发现这个尸体以后，马上也就通知他家人过来了。他家里通过当时万某失踪的时候穿的衣服，确定就是当时失踪的这个万某。失踪了整整3个月的老万终于被找到了。原来，在这3个月里，他的尸体就一直被掩埋在离家只有300多米的地方。几乎可以说就在家人的眼皮底下。由于灯下黑的缘故，大家都把搜寻的重点放在了附近可能发生危险的偏僻地点，反而忽略了身边这不起眼的地方。失踪多日的老万终于有了下落，但这不但未能丝毫缓解家人的痛苦，反而使他们的心情更加沉痛。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在2018年12月11日那天上午，老万究竟遭遇了什么？而这也是专案组民警急于弄清楚的问题。可是现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3个月的时间，社会上的监控一般都存储不了这么长时间，这是其第二。这个尸体高度腐败，这个面部包括身体上的其他软组织有缺损。他这个伤情也不好断定，现场都被破坏了，
死者身上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监控已被覆盖，现场遭到破坏，物证基本灭失，死因难以定论。一个个困难摆在了办案民警面前，如何才能迅速确定侦查方向，对案件展开侦破呢？我们就分了几个组，其中一个组就对现场勘验，尽量呢能找到痕迹物证。另外以后呢，从到村里边走访调查，就是围绕死者生前的挂系进行走访。走访了解的情况，这个万家增生前是做过三届的村支书，在村里为人还是比较不错，也没有跟其他村民有什么大的争执或者纠纷，包括家庭关系的话，相处的也非常融洽，没有什么就是说，子女不孝的家庭问题。平时就是跟朋友出去喝个酒，身上装的钱非常少，不存在就是身上装那么多钱，谁把他给谋害了。这种情况应该也可以排除。一番走访调查下来，侦查工作又回到了原点。根据警方掌握到的信息，老万为人谦和，办事公正，不曾和谁发生过矛盾，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也没听说他有过丝毫的作风问题。再加上平时老万只是在村里活动，身上从不多带钱，而且出事的这天他连手机都没有带，更不存在有谁见财起意、谋财害命的可能。仇杀、情杀、财杀的可能性几乎都可以排除了，那么就只有车祸肇事、藏尸逃逸这一种可能了。可是根据现场勘查与警方掌握的情况，这种推论又存在着种种疑点。案情分析会上，两派观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倾向于交通肇事，但是有的倾向仇杀，到底是什么性质不好确定。但是案情分析会上有很多难点，因为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材料证明他是因为什么导致死亡。老万的死因依旧成谜。那么老万的死会不会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呢？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藏尸逃逸。可是这一推论同样面临着几个无法解释的疑点。一，死者身体受伤的主要部位集中在颅脑和右臂，这不符合一般车辆撞击的高度。二，事发的第二天，警方曾经根据监控录像对来往于大荒村周边的70多辆机动车进行了逐一排查，并没有发现肇事的车辆。三，也是让警方感到最为困惑的一点，那就是死者当天所穿的棉外衣不见了。如果说是车祸藏尸逃逸，那么肇事者没有理由把尸体和死者的外衣分开处理。那么老万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一次例行的走访牵出两处可疑的斑迹，相交多年的伙伴是否就是警方苦苦寻找的嫌疑人？陌生的老友一线正在播出。看来只有回到现场彻底弄清楚12月11日那天老万的活动轨迹，才能真正搞清楚事发当天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民警再次围绕老万的社会关系有针对性地展开了调查，这一次他们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几个平素与老万来往密切的人身上。我们就首先是围绕他这个关系比较近吧，展开走访。死者他这个生活习性就是不抽烟，但是他喜欢喝酒，在村里面有几个
关系不错的朋友，他们都经常到一块儿喝酒，一般都去一个王某家喝酒，去他家喝得多。民警首先来到了离老万家最近、相距不足百米的王显华老汉家。王老汉与老万年岁相当，离异多年，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平素也是一个人生活，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关系十分密切。面对上门了解情况的办案民警，王老汉表现得十分热情。我说我们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他就特别热情，又拿苹果，又说你们吃苹果不吃啊，喝水不喝啊，反正特别热情。我说这个万某失踪的事儿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们关系不错，我比他大一岁，从小一块儿玩到大，而且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可是很快，民警就发现王显华对警方的提问回答有些反常。我说万某他失踪以后你去找过没有？他说没有，没去找过。我实话实说，我没去找过，就是没去找过，就是反映出来特别紧张。后来我又问他，我说发现尸体那一天你去现场看了没有？他说他也没有去。我就想，我说你和他关系这么不错，一直在一块喝酒，从小玩到大，失踪了以后也没去找过，听说发现他的尸体了也没有去现场，感觉他这就回答的就特别有异常，而且他的神情啊，回答问题当时感觉特别紧张。王显华的异常反应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通过在村里的走访调查，他们又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村里面都反映他脾气暴躁，平时也不爱串门，性格孤僻。他平时也不喜欢给别人交往，出门比较少。万江能失踪的时候，就是2018年12月11号上午8-9点钟的时候吧。有村民发现他当时就是在那个遛弯，遛到他们家往南走，往7-8十米的地方吧。这个位置呢，正好位于这个王某跟死者家这个中间偏南一点，就是离王某的家实际上已经非常近，也就几十米远的地方。一个个疑点汇总了起来，就在办案民警对王显华的怀疑逐渐上升时，一名曾参加过调查老万失踪一事的派出所民警提供的一个重要线索，更是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在民警走访到这个王某家的时候，王某家的院子是刚洒过水，整个院子刚冲洗过。民警问了解的情况的时候，他说他爱干净，哎，把院子冲洗了一下。2018年12月11号，就是当时的农历11月初5，我们通过查气象台，当时天气是-9度。-9度冲洗院子，人家说是讲卫生。其实看到的那屋内的是非常杂乱，也不卫生。感觉到这几个往一块儿这个，凑到一块儿之后，感觉到这个姓王的很可疑。当时我们就立即决定对他重点侦查。尽管王显华的嫌疑上升，可是警方并没有掌握其他更有力的证据确认他就是嫌疑人，因此警方只能是采取外围调查的方式。发现尸体后的第3天，办案民警再次来到王家进行走访，只是这一次随同前来的还有2名刑侦大队的技术员。我们技术员和侦查员是一块儿到王某家中，对王某家中我们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观察，看看能不能发现可疑了一些物证。在王家院子南侧的厨房门帘上，民警发现了2处可疑的斑点。发现那种疑似血迹的可疑斑迹，当时也不能确定就是血迹。我们提取生物检材以后，回来做检验。3月14日上午，鉴定结果出来了。在王显华家厨房门帘上发现的2处可疑斑迹，在其中一处中检出了死者老万的 DNA， 王显华涉案的嫌疑陡然加大。
专案组立即部署对其采取控制措施。可是当办案民警赶到王家时，却发现已是大门紧闭，王显华不见了，周围村民谁也不知他的去向。王显华的突然消失不见，以及在他家中检出了含有老万 DNA 的血斑，无疑更进一步加大了他的涉案嫌疑。经请示上级后，办案民警在当地镇村两级干部的见证下，再次对王显华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勘查。这一次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第二次勘查的时候，在王某家院子的东墙上，王某的车上，我们同样发现了这种疑似血迹。经过检验比对，跟死者万某 DNA 相同。根据现场分布的这些可疑斑迹的分布情况，我们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警方在王显华家发现的多处血斑痕迹呈甩溅状直线分布，符合使用重物击打后所形成的血液喷溅特征。结合从老万失踪到尸体被发现后王显华多次的反常表现，以及他平素一人在家居住，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再加上老万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就是在他家附近，种种疑点和证据使警方最终断定王显华就是杀害老万的犯罪嫌疑人，追捕工作随即展开。民警首先调取了大荒村及周边地区的监控视频，可是从中并没有发现王显华的踪影。很显然，王显华在逃跑时一定是设法避开了监控的覆盖区域。大荒村毗邻太行山，翻过大山就是山西，山峦起伏，又该去哪里寻找他的踪迹呢？嫌疑人王某他这个生活习性，因为他平时没有出去打过工，没有这个生活阅历，一直就是在村里面，来我们市里面的机会都特别少，感觉他这个生活社会阅历比较少，他逃出去的也不认识字，逃出去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应该就是还在这个周边，所以说就有人在这儿动手。另外就是围绕他这个社会关系做这个圈套工作吧。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王显华年过六旬，身体瘦弱，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荒村，很少外出，不具备长时间外出独自生活的能力。而且王显华性情孤僻，不善与人交往，除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有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之外，他没有其他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由此警方断定王显华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躲藏起来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很可能就藏在周边熟悉的地方，并且呢，和家人之间一定有着联系。根据这一研判，警方一方面严密布控，防止嫌疑人逃脱，另外一方面呢，去做王显华亲属的思想工作。在办案民警耐心的劝导下，王显华的亲属向办案民警透露，王显华很可能就躲藏在了元康镇丽园村老南沟的一处山洞里。多年故交，生死只因一丝恶念。百日之际，嫌疑人终落法网，陌生的老友一线正在播出。老南沟位于元康镇丽园村的西北侧，是一处三面环山、中部凹陷的谷地，上面地形复杂，洞穴众多，易于躲藏。王显华将这里作为躲藏地点，无疑是给追捕的林州警方出了一道难题。太行山脉嘛，它这个山高林密，之前这个山洞也比较多，包括以前有这个村民放羊的时候垒的那个石庵子、河堰。也比较多，一些修的那个机井啊，一些这个灌溉用的渠道都可能藏人，搜捕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一组，一个，送一上去，来人，林建秋，
今天是临淇、五龙、东港10个人全部在这一组，交警队30人，然后这一组还有一组无人机，咱们林州警犬队，都在这一组，这第一组，第二组。事不宜迟，为了防止嫌疑人逃脱，2019年3月21日凌晨5时，林州市公安局调集各类警力350余人，对王显华可能隐藏的老南沟一带进行合围，准备实施抓捕。我们当时分的是6个组，4个组是周围的是围堵，然后一个中心组到那个知道哪几个洞里边抓捕，因为你好几个洞。黎明时分，天刚蒙蒙亮，参战民警便行动了起来，他们以间隔队形对目标区域展开了拉网式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的地点。我们局里面300多名警力，然后有一路是从先从后面上到山顶，然后上到山顶以后从山的两侧再走，然后有一路人是中间直接到那个山里面去找，最后一路人把这个山口给围住，反正就是把它给包围起来，就是如果王某如果在里面的话，一定要把他找到。就是那走到山里面以后，树木太密了，也没有路，看着不像是有人来过的这种痕迹。但是就在山腰上找的时候，发现一个洞口，我们又喊了一声这个嫌疑人的名字，喊了一声以后，里面这个就是从里面往外面扔石头，我们就确定在这个沟里面那应该是他，我们让他出来，他不出来，里面石头一直往外面扔。赶紧来俩人，回来，此时已成惊弓之鸟的王显华不停地从藏身的洞内向警方投掷石块，企图拖延抓捕，后见逃跑无望，绝望的他又以头触壁，试图通过自残的方式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9年3月21日7时许，在老万失踪整整100天后，河南林州311案件的嫌疑人王显华在其藏匿的山洞被林州警方抓获。马子先不要给他去，马子不要去了，不对手动机，前面开路。在讯问时，王显华一直在不停地大口大口贪婪地喝水吃东西。他告诉民警，在躲藏的这一周内，他只靠着带来的3瓶水和几个馒头、几块饼干度日，只有在饿极了的时候才咬一小口干粮，水含在嘴里舍不得咽下，他从来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过。王显华向警方供述了自己杀害老万的过程。根据他的供述，警方在当地一处乡村道路桥下的垃圾场找到了被王显华丢弃的老万失踪当天所穿的沾满血迹的外衣。一起离奇的失踪案终于告破，消息传开，村民们和被害人家属无不感到万分震惊与困惑。特别震惊，感觉不可能啊，这个老支书他不可能有什么两家有什么仇啊，再个就感觉不可思议，你也没有什么，他两家天天在一块儿呢，以前我听说他们天天在一块儿，还你经常坐坐呀，说话呀，感觉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因为这个事我也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因为还有用杀人这种极端这种行为。有人吵吵他，他那人不咋呀，他可一直说他了好，
你像我八红白喜似的，他都总要叫他的，他不是也是一个人吗？我们一直把他当好人来，跟我爸在一块儿，一直觉得他人不错，还一直我爸回来还一直说的他那人不错，说了吧，还一直说他好了不走，没有跟我就没有往上想，就没有想过说了吧，最后是他来。沉痛之余，直到今日，老万的家人们依旧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想不通。一向关系不错的王显华为何要将一起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老万害死呢？真不知道双阳他把他害了。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显华终于交代了自己杀害老万的动机。原来王显华与老万年龄只差一岁，两人从小一起在一个村子里长大，关系一直不错。王显华性情原本就有些内向暴躁，大女儿八岁时妻子与他离了婚，他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女儿生活艰难，性格便变得更加孤僻，村里人都不大愿意与其来往。老万因为老伴早逝，自己又担任着村干部，因此时常照顾王显华，两人一直维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两家的生活差距渐渐拉大，这让王显华颇感自卑，情绪也更为敏感。有时老万一些无心的举动也会让王显华感觉受到极大的冒犯，积怨在心，日积月累，这种心情无法排解，便酿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巨大的心结。2018年12月11日这天上午，老万在王家与王显华因琐事发生争执，这让积怨已久的王显华怒不可遏，操起院中的木棒，趁老万不备击打正欲离开的老万右侧后脑。老万举起右臂遮挡，但在王显华连续狂暴的打击下，最终还是不知倒地。当晚，王显华趁着夜色用电动三轮车将老万的尸体载至村口路边的秸秆堆中掩埋，并将老万沾满血迹的外套丢弃在了乡村道路桥下的垃圾场内。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这一天距老万遇害整整过去了100天。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们也反思过，在农村像这样的案件也不少，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一点点小事，这个不理性思维，一直全是站到自己的立场上考虑人家对他怎么侵害，没有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全面的考虑这个事情。再一个，这也可以缓一缓，把他遇到这样的事了以后，这样的矛盾之后，应该理性的思维，应该从法治思维考虑，这样以后呢，不要将矛盾激化，不要意气用事，这样看似伤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两个相交多年的老友，因为平日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方便怀恨在心，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剧。两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一个无辜死亡，一个将要面临审判。如果王显华平日里心胸能够宽大一些，不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成是严重的伤害，如果在事发当日他能够克制一下心中的怒火，也就不会造成这样无法挽回的后果。据王显华供述，在老万的尸体被人找到之前，他曾经多次找人算命，问自己还能活多久。被抓之后，王显华才彻底的清醒过来，恶行是掩盖不住的，真相也终将被揭露出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